好，那个当然是第一首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第一首我们是有要献给谁？麦克风要放前面。没问题，就这样吧。第一首歌我们是要献给优剧场。优人神鼓。对，就是原来叫做优人神鼓的优，现在叫做优人神鼓，就是以前叫优剧场，20年前的时候，那他们据说他们现在又有新的作品推出，就是他们在那个汽油桶上面装水，然后去敲打那个汽油桶，然后就有水花。那我个人是有打算在乌来瀑布直接演奏水花，那完全就没有把那个，现在正在纠团中这样，希望能够成型。好，那个进入第二首之前，我们先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可能要纠正一下纵行的说法。对，我们不是民国百年。他不是张佑生，他也不是黄大王。我们不是民国百年。对，那个张佑生在家里赶论文。然后黄大王现在在家里都挨爸爸的骂。好，那总之我们不是民国百年，那我们接下来带第二首歌。